收紧你们的屁股，收紧你们的肚子。来练习生公司已经快3年了，偶像呢就是看起来很风光，然后他们可以变得非常帅、非常美，很想当偶像，也很喜欢偶像。一个动作可能要练半小时，眼神、表演之类的东西需要自己慢慢去体会。我最后都会把舞蹈连着跳好多好多遍，每次都会把衣服跳湿。每一个偶像都会有他自己的生存寿命，容颜老去，动作僵硬之后，他们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的底子，他们自己并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我有个很强大的一个观点，就是如果我不好好练，不好好学习，就感觉生命被虚度了，然后就觉得自己活着没有意义，所以我不会允许自己那么做。